在这个影片呢，我要教大家如何登录 HTML5 版本的卡牌游戏。那首先你要到你的浏览器，输入 tcg.game.server.ca。进去之后，在左边有一个 Play Now，点进去之后，它就会带您到这个卡牌游戏的首页。那在这个卡牌游戏的首页呢，它有一个下拉式选单。你可以选择你要的语言，例如英文、中文，甚至于葡萄牙语。那你一定要输入您的游戏的账号以及密码。那如果你没有游戏的账号以及密码，请您到 tcg.game.server.ca 去注册一个您自己的账号密码。那点选登录之后，它就会带您导向到游戏大厅里面。那在这个游戏大厅，你可以看到一些线上的玩家有哪些，以及您的玩家的个人资讯。那您如果不要玩的话，你可以点选 logout 登出这个游戏。以上就是简易的登录 TCG 的介绍，谢谢大家。